看看这一棒打了反方向，还蛮深远的，向后推，啊，被接到了！哇，五星级的一个美记手背，自己接到之后也还蛮得意的，笑得很开心。哦，这真的有难度哎。呦呦，我是鲁特。哇，情人节要到了齁，那当然呢就推出了新造型啊。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玩诺可西的情人节限定造型。那如果你也很喜欢玩诺可西或者是很喜欢这个造型的话呢，不要忘记在影片下方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那可以看到呢，原本的诺可西啊手上是拿了一个长长的很像曲棍球棒的东西，那这个造型呢他则是拿了一个很像萨克斯风的乐器啊，并且呢在开一技能的时候呢脚下的火焰变成粉红色的，非常的有少女心。好，那这一场呢我们走的路线是一个凯撒路，对到的英雄呢是麦克斯。这边呢由于悟空是蓝起，那吃完蓝之后呢代表他会在上半部，于是呢我们就直接来断一个兵线啊，看有没有机会过去支援一波。结果呢发现卡利还在中路吃兵，没关系，于是呢我们再回来骚扰一下这个麦克斯。前期呢我们跟麦克斯对打呢应该是不会输的啊，因为呢只要我们火焰有烧到人并且有普攻到他呢，我们是可以有吸血的。虽然说麦克斯的被动会让我们吸血的效果呢减少，但是呢我们还是打得赢他的。那在前一个版本呢诺可西大部分看到的都是带制裁，那由于这个版本野刀的改动呢，哇要叠太多层，那我觉得诺可西呢要叠到像以前一样那么多层呢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呢这一场呢我带的一个挑战者技能是一个疾走，哇直接开下去之后呢拉到人之后呢直接拖回塔下狂打猛打的。当然啦、如果你还是要带制裁或者是瞬移呢这也是都可以的，因人而异好不好。这边呢我们先把兵线给他清掉之后呢直接开了一个疾走啊，拖着他开二技能之后呢直接拖到了塔下，塔打到他两下之后呢因为他的二技能有一个减伤的效果，所以呢没办法在第一时间把他收掉，不过没关系，最后还是成功的把他收掉。收掉的时候呢这时候看到我们的魔量哇已经非常银见底了齁，所以呢只要我们有普攻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回复我们的魔量的，所以在没魔的时候呢不用就直接回家，我们可以在线上打一下灵鸟来回复一下我们的魔力。好，那这一场呢我带的奥义是一个金身精灵电屋齁。金身呢身为一个坦克啦，我们玩的是有点输出的坦克，所以呢在奥义的选择上面呢我们是带了一个金身。那诺可西的被动呢只要我们的生命值都可以转化成我们的魔法攻击，所以我们带了一个金身。接下来精灵呢可以帮助我们在前期在对线的时候呢可以更快的回复血量还有魔力。那电屋不必多说啦，一技能由于诺可西是一只比较偏向魔法攻击的英雄，所以我们带了一个电屋。装备的部分呢，第一件我先出了一个魔防鞋，然后合了一个恶魔的微笑，再来把冰杖给合出来，然后出了一个反甲，接着出贤者领域，再把德鲁伊给它合上来。那当然啦、如果今天呢我们是要玩哇什么二烧流三烧流，有没有烧到对方不要不要的，我们当然就可以出一个在前期的时候呢火甲的前置装备，那个小的那个布甲合上去可以烧人的那个装备齁。然后再出一个打野斧头，哇，我们就完成我们的三烧流啦，好不好？但是呢这一场我并没有这样出齁。那出冰杖呢，我觉得对诺可西来说也是不错的，我们可以在走在敌人的前面，然后缓住他，尤其是当我们遇到超人的时候呢，我们出冰杖，他可以永远都飞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能量条呢，直接就是永远都是零的状态。那冰杖呢也给我们有一些生命的加成齁，那这个生命的加成呢，我觉得在对诺可西来说可以转化成魔法攻击力也是一件蛮不错蛮适合他的一件装备。这边也看到麦克斯已经残血了，于是呢他起飞的时候呢我们用普攻就把他打死了，成功的把他人头收掉之后呢我们这边吸引到了两只哦，一只是提米一只是悟空，这时候直接把提米抓到塔下来，在塔前开了一个大绝之后呢我们的队友也赶到了，但是这时候呢我想要杀悟空，因为悟空身上有 buff 啊，很可惜的是呢我们队友没有去打提米，结果呢我们一个人头都没收到，很可惜，不过这一波算是打得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浪费了悟空还有提米非常多的时间啊。那只要我们有成功的吸引到敌方的英雄的话呢，代表我们另外两路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齁。好，那这边呢兵线来了，我们就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清掉齁，让麦克斯没办法把兵线比我们还要先清掉之后去支援其他路，我们就一直把它留在凯撒路就对了。只要他没办法飞走的话呢，对我们的队友来说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消息啊，因为如果他飞下去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的队友就变多打少，因为我们的支援速度呢是比麦克斯还要慢的齁。那这边的麦克斯的血量已经非常低了，那他在塔下我们就直接把他从塔下给他拖出来，成功的再收掉他一次。收完他之后呢，血量有点残，但是没关系，我们的魔也虽然也快没了齁，但是我们来打这个古龙呢，只要古龙有被我们烧到的话呢，我们边打古龙是可以边回血，而且还可以回魔的齁。这时候看到悟空已经过来了，直接开个二技能，像个痴汉一样追着他。很可惜的是呢，刚刚并没有大绝，所以没办法直接冲上去抓他。这边麦克斯开了一个大绝齁，然后冲向我们的勇，那我们的勇呢是在上路，那这时候呢我们考虑来中路做一波兵线，但是呢我们的兵我们已经把对面中路的外塔给他推掉了、啊、所以呢就没有过去清中路的兵啊，准备来推这座塔。那可以看到呢，麦克斯刚刚飞了勇之后呢，结果被勇杀掉了齁，所以呢那座塔基本上就是保证是拆掉啦，所以我们就不用过去浪费时间过去拆，直接来把这波兵线给他清掉。蹲在草丛里面抓了一个悟空，开了一个二技能和疾走之后呢，很可惜被悟空隐身了、啊、差点就把他收掉了，他已经残血了，那我们就直接冲到塔下里面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提米给他收掉。不过很可惜的是呢，我们的位置已经太深了，那因为勇也过来了，所以呢就赶紧撤退。哇，那不知道各位呢看到诺可西在跑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他跑起来感觉跑得非常起劲，那个样子是还蛮可爱的，而且他的头会微微的向前。不过呢，这个造型有个缺点，就是他穿的丝袜是白色的、啊、鲁特是个人是比较偏好黑色的丝袜，也希望将来呢有机会的话可以出一个黑色丝袜的诺可西，这样鲁特一定会买的。好，这边呢由于我们的血量太惨了，毫无任何战斗能力，而且我们已经没魔了，于是呢先来把这个蓝 buff 给它刻掉。刻掉之后呢，诺可西拿到蓝还是很开心的，那个一技能呢可以不用关，就是直接无限的开到底。那这边呢我们再来把这个上路的兵线给它清过去，看队友有没有要打架再过去支援。那这时候可以看到呢，哇，我们虽然我们来上路啦，但是我们的勇呢刚刚往生，那这个下塔呢基本上应该就是掉了。那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把对面的野须也把它吃一吃。吃完之后呢，哇，发现队友已经要打起来了，直接开了一个疾走，按了一个二技能之后呢，成功的直接拉到勇，再开一次二技能，直接把他拖到我们人群里面。那诺可西的大卷呢，我觉得要往什么地方拖，就是往我们队友的方向拖啊。如果今天呢我们拖到了，但是呢我们的队友没有补足伤害的话呢，就算拖到他了，说不定他也不会死，因为我们目前的装备并没有说非常的痛。这边呢大绝转好了，再把提米给他往外拖，那搭配上我们的卡利呢，就这样成功的再把提米给他收掉了。结果这时候悟空还有莉莉安已经都来了，卡利只好英勇的牺牲了。那诺可西呢在上一次的改版之后呢，他大绝的冷却时间呢是有大幅度的被调低的，我记得之前的 CD 时间哇非常的久啊，那开一次可能就要快要一分钟才可以再开下一次齁。那现在不用齁，就是基本上只要我们有等级了之后呢，像我们现在13等，我们拖一次之后呢只要在20秒就可以再拖一次了。哇，那于是呢现在的大绝呢对于诺可西来说是可以不用省的。一有机会一看到人疾走给他按下去之后马上就直接拖一个好不好。这边看到莉莉安哇一个走位失误，我们成功的直接把他往后拖，很可惜的是队友在打提米没有把莉莉安给他收掉。不过呢我们成功的吸引到这个悟空来打我们，但是呢我们的勇在后面被麦克斯打，于是呢先来把麦克斯给他抓掉之后呢成功的打赢这波会战。打到这边呢我们已经没魔没血，虾米龙魔哇金可怜。那装备的部分齁，如果你觉得在前期的时候呢你对线哇想要续航力高一点，想要有血有魔齁，安全感比较高，你可以呢出个小法球齁来增加一点续战的能力。那由于刚刚呢我们已经没有魔了，所以呢就没有跟队友去拆那座塔啦，来把下路的兵线推一推之后呢准备要来吃这个眼魔神凯撒。可以看到呢我们刚刚从原本的两格血量这样清兵然后打鸟，哇打到现在已经有好几格的血还有魔了齁。这时候麦克是一个飞我，原本想说他应该不会飞我，所以准备要回城的，但是呢他居然直接冲了过来，那莉莉安也冲了过来啊，哇成功的这样把两个人给他收掉之后呢，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血了齁，被悟空一棒说不定就死了。但是可以看到悟空虽然在上路，但是我还是回家了，已经来不及了。那由于对面死了两个人呢，这个眼魔神凯撒基本上来说就是我们的啦。那我们从家里出来之后呢，准备再去清一波上路的兵，或者是从中路直接给他硬灌进去哦。结果这时候呢，对面的悟空拿到了黑暗之势啊，哇，那当然就要来骚扰他一下，先蹲一下。在蹲草的过程中呢，被麦克斯一个全部看光光，于是呢就直接往前走来把这波兵线给他清掉，再去跟队友会合。
那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天空巨龙呢是放在中路的齁。那天空巨龙放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人保一下，或者是说放在中路，然后呢我们去打下路。那我们的队友呢就是放在中路，然后去打下路。这时候看到悟空开了几走准备要抓他啊，结果呢哇他要抓下去的时候呢给我往前跳齁，所以就没有抓到他，不然他就死定了。就这时候呢悟空想要来把这波兵线给他清掉，但是很可惜的是呢我们的输出太高了，就这样成功的把悟空收掉，结束了这场游戏啊。好啦，以上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诺可西的情人节限定造型，希望你们会喜欢。那我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喜欢这部影片呢，不要忘记在影片下方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明天见啦，拜拜。